我再来日本10年，小孩长大了，我想去上班的。可是他已经离过职的妈妈们要重新再找正职的工作非常困难。还有哪些问题你觉得对一个媳妇来讲是比较不公平的？日本跟台湾真的是比起来是重男轻女，我觉得尤其是工作方面，我也是真的，因为我小时候不知道这些，我是真的是这嫁过来我才知道的。只要女生你只要一辞职，就很难再找到正职的工作，除非你有很专长的一技之长。所以很多那种小孩长大了，我想去上班的，可是他已经离过职的妈妈们要重新再找正职的工作非常困难，要变成派遣公司或是去打工这样子。所以在自己的领域离开之后要再回去是比较很困难。那再来呢，像这个是我自己本身经验吓到的，我发现日本正职公司的员工，不是每一家公司哦，不过就是有些部分的正职员工，他们会去轻视派遣的员工。哎，像你是台湾女性，然后在日本的时候，你找工作方面会遇到什么困难吗？我那时候留学的时候，第一次在日本找工作的时候，因为我那时候的签证我是做设计的，所以变成我的签证，工作的签证只能去做设计方面的工作，所以有被限制的。啊，你婚后会想到说再继续到外面的工作吗？会啊，只是呢，很可惜的，我再来日本十年，因为我先生的工作的关系，我都住在乡下，要用我的语言去找工作也是很困难的。你一定要东京或是大阪那种比较大的都市，语言的工作才会比较多。你先生现在在东京工作嘛？那你们搬到东京之后，有再去找工作的想法吗？有，我想要再去外面工作。真的，一直待在家里，可以交的朋友就是有限的。出去外面的话，就有很多机会可以认识别人。我现在就是在家里，教一些日本人，教他们中文，是 online。那我图的话，那我就是现在是在网络上。因为他们日本的话流行那种结婚的时候帮他们画他们夫妻的图案这样子，偶尔会接这样的 case 来做一下。我觉得我们台湾人对外国人都非常的友善啊，你自己选择的国际婚姻呢，希望你继续努力加油，有机会啊再回到职场，也欢迎你回来台湾。很多日本男人都不帮忙做家事带小孩的，他们觉得那些是妈妈的工作。今天我们来聊聊日本媳妇的生活吧。你嫁到日本当媳妇会觉得很辛苦吗？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辛苦。当日本的媳妇是我觉得蛮辛苦的。